陈玉堂设计师以纵横有序线条为58平空间构筑具深层条理的现代样貌，替屋主一家三口揭开幸福生活序幕。玄关映入眼帘的蓝色壁纸搭配木皮座椅，散发极具人文质感氛围。客厅电视墙借由石材拼接山水纹理，辅以木皮层板，营造大气底蕴。书房柜体以纵横交错木皮烤漆设计，创造视觉层次之美。餐区将新旧电器重新整合，满足屋主使用需求。热炒区则以电动玻璃门隔绝热气、油烟，营造健康环境。主卧床头建议材质堆叠不同线条比例，创造独具品味的精致睡眠场域。海房则以浅蓝色普化，并规划置物方框，营造活泼空间氛围。陈玉堂设计师透过材质、线条交织出特色居家景致，赋予一家人一处沉稳舒适的现代宅邸。